另外关注的是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过世之后留下了遗嘱，将遗产留给四子张国伟单独继承，而大房儿子张国正不满，提起了遗嘱无效的诉讼。一审败诉之后，他提出上诉，而今天二审判决是驳回上诉，所以张国伟渴望拿到140亿的遗产。我们还有心愿意做台湾的护国神机。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全力拼事业外，跟哥哥为了遗产闹上法院。25号二审宣判，张国伟胜诉，渴望拿到约140亿遗产。细征的密封遗嘱符合民法第1192条第一项规定的要件，应属有效。张国正诉请确认细征密封遗嘱无效是无理由的，所以驳回他的上诉。当初张荣发手写遗嘱中，里头财务遗赠部分提到自己的存款、股票还有不动产都要交由张国伟单独继承，让张家兄弟好长一段时间陷入经营权之争，遗产官司也是现在进行式。大房三子张国正认为爸爸密封遗嘱无法表达自我意思，也不是亲笔签名，提起无效诉讼后一审败诉。经过三年审理，法官认为张荣发还曾处理过巨额财产，显示有能力。而陈述代笔住居所时，因为觉得台中的市政北七路念起来怪怪的，才没有完整陈述。经过鉴定是张荣发亲笔签名，维持原审张国正再吞败。在做成细征密封遗嘱后，有瞻望症候群等现象，但是并没有任何的病历资料或是医师诊断书可以证明张荣发在做成细征密封遗嘱的时候是没有遗嘱能力的。曾经赠予他的配偶高额存款，然后在同年的10月、11月也移转高额股权给张国伟，仍然有处分巨额财产的能力，应该有遗嘱能力。张荣发遗嘱中还曾写道，希望子女能和睦相处，互相照顾。兄弟间却为了争经营权、争遗产，再度闹上版面，全案可以再上诉。但是王